这是加油缉毒警察开的炸鸡店，由于价格异常昂贵，反倒成了全国最火爆的网红店，就连罪犯都跑来加盟连锁店。好家伙，这年头连警察都这么卷吗？并不是。 这五个缉毒警察因常年破案率十分低下，就连其他科的同事抓的毒贩都比他们多，导致局长很是不爽。为了挽回缉毒班的面子，五人决定破一桩国际贩毒大案。但坐在炸鸡店从早蹲到晚，都丝毫不见罪犯人影。此时队长灵光一闪，何不伪装成外卖员潜入罪犯大楼里呢？更何况那批罪犯隔三差五会来炸鸡店里点外卖。可想法虽然很美好。 炸鸡店老板却告诉他们，这家店因生意十分惨淡，除了五个人光顾，就没有任何客人，开到明天就要倒闭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只见青年哥猛地举起手，表示要盘下这家店。盘下哪来这么多钱？上级也不可能批这么多资金下来。大伙没有办法，只好用自己那零星的积蓄凑起来。有的人用结婚钱，有的人提前申请退休费。第二天就凑齐钱，盘下了炸鸡店，开始进行任务调查。但由于是新店开张，吸引了不少新顾客，所以每次店里来人都很是尴尬。 要是每天都以没食材为由就把客人撵走，那这就太引人注意了。平头哥提议，不如咱们真做鸡吧。啊，不不不，做炸鸡吧。但五人都没有做炸鸡的经验，只好各自做一份，再选出味道最好的。没多久，五盘别具风格的炸鸡新鲜出炉。等等。 怎么还有个白煮鸡？大伙开始尝鲜，头两款根本不是人能吃的味道。等到第三款，这香脆的口感，这浓郁的味道，比传统炸鸡还要美味。原来这就出自平头哥之手。大伙一致决定，就让他来当任主厨。谁知刚进店的顾客却点了一份平头哥根本不会的调味炸鸡。平头哥实在没有办法，唯一知道的酱料就是小时候尝过的大排骨酱料。他按照记忆调出酱料，等到炸鸡上桌，客人问这颜色这么浓郁的调味炸鸡叫什么名堂？队长临时想出答案，就叫大排骨炸鸡。 客人随即尝下第一口，这味道完美。这家大排骨炸鸡店还没开张几天。 就已经火爆全城，每天的客人都络绎不绝，大排长龙，还有记者专门过来采访。但这群店长可是缉毒警察，要抓毒贩的呀，万一给认出了哪里能行，赶紧给我走人不送。而为了减少客人流量，五人决定提高炸鸡价格，却没想到生意更加火爆。他们的炸鸡还被称作“皇帝炸鸡”，成了旅游团必定打卡的网红炸鸡店，每天都赚得盆满钵满。可都开张这么久了，连个罪犯的影子都没见着，每天的业务报告书上都是写着“潜伏，潜伏，还是潜伏”，就连里面还夹着张写了“生机五十只”。 的变迁，气得局长脑溢血都快出来了。就在局长准备对五人严厉指责时，队长突然来了电话。电话一接，发现是隔壁毒贩打来订外卖了。队长随即给队员使了眼色，队员立马心领神会，五人快步冲回店里。 开始全副武装准备行动，平头哥负责做炸鸡，青年哥负责屏蔽信号，大姐头负责装窃听器，娃娃鱼则是后台支援。就在队长拎着炸鸡送货上门时，却万万没想到，开门的人居然是一个大妈，这可把队长给整懵了。一问才知道，毒贩居然今天刚搬走，毫无疑问。 任务再次失败。然而就在第二天，转机出现了。一个西装男来到店里，表示要加盟炸鸡店，开设全国连锁店。本来五人不想同意，可对方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队长为了维持生计，支支吾吾答应了下来。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，这个西装男其实是跟毒贩一伙的。之所以要开设连锁店，就是为了运送毒品，更加方便做买卖。 这几家炸鸡连锁店服务态度都差得惊人，店员吵架的吵架，打架的打架，甚至还有赶客人走的。品牌口碑差的一落千丈。身为缉毒警察的店主，见自己一手打造的炸鸡帝国就这样被人打回解放前，立马跟队员发起调查，试图找出口碑差的原因，却意外发现，客人收到炸鸡外卖后，从里面摸了不知什么东西，便直接将外卖丢进垃圾桶里。连着好几个客人都是这样。五位卧底警察便决定。 进行一次实地调查，结果一调查才发现，这群点外卖的客人通通都是瘾君子。好家伙，敢在缉毒警察头上撒野，这还得了吗？ 平头哥怒火中烧，想要去分店找这群毒贩麻烦，结果对方人数优势，平头哥反倒被抓了起来。但平头哥身手不凡，前身是柔道国家代表的他，几拳功夫下去，轻轻松松就把看守全都打趴。随后他跟着运毒车找到了毒贩老大的交易地点，见两批人正准备交易，平头哥立马点开手机的警笛声，吓得毒贩们以为买家叫警察来了，两批人立马发起了群斗。就在这时，前来营救平头哥的四个队友也赶到现场，五名警察全部集齐，而等着毒贩们的将会是地狱。 般的体验，五人个个都点满了格斗技能。娃娃鱼是特种兵出身，格斗技巧强的惊人；大姐头是泰拳冠军出身，被称作为拳霸。青年哥是棒球部出身，十分耐揍。而队长人送外号“僵尸”，不管受多大的伤都死不了。等到警察同事赶来支援，眼前的一幕属实把人看呆了。最后。 五人因侦破重大罪案，全都荣光升职。台下的局长看到这一幕，笑得像个傻子一样。看来惹谁都不要惹这一群疯子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这部电影叫做《炸鸡特工队》，欢迎关注科幻战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